我是喵小千。上一次我们在皇宫里面偷东西成功了，今天呢就到对面去。哇，这个海水好蓝哦，有好多鱼哦。法罗斯军营啊，我以为只是俯瞰点而已。踩到火了，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里好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人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——亚历山卓灯塔。因为它位在法罗斯岛上，也叫做法罗斯岛灯塔。法罗斯岛是亚历山卓外的一个小岛，唯一跟本土的联系是一座桥梁，它叫 Hepta Stadium。 这个名字的前半 Hepta 来自希腊数字的7，后半 Stadium 则是当时的丈量单位，跟现在的话大概约等于180公尺。这座桥底下的通道允许船只通过，它也保护了在内部的港口不受海风海流的侵袭。最后这座桥就遭到淤泥淹没。这张是一张在1571年的亚历山卓地图，可以看到桥的位置已经跟本土连上，变成了一个半岛的形态。而岛上最重要的建筑就是亚历山卓灯塔了。在托勒密一世登基后没有多久，他就宣布了灯塔的建造计划，由二世完工，总共花了15年的时间，高度约130公尺。当时呢，除了胡夫金字塔和卡夫拉金字塔外，大概就没有比它高的建筑物了。不过说到金字塔这个东西怎么来的，一直都蛮迷的嘛。但灯塔就不一样，是真真实实由建筑师索斯塔特设计。当时没有像现在流行摩天大楼竞赛，这灯塔一直到1303年和1323年的两场大地震摧毁它之前呢，这高度记录都是没有被超过的。队长比较强，快点抬起来，砍！哦不不不！灯塔结构分成三层，最下面是四边形，那越高越窄。第二层是八边形的柱状，第三层则是圆柱形的塔顶，可以作为灯火楼。最顶端放有一尊雕像，内部有许多休息用的房间。上下楼是用螺旋的坡道，就很像停车场那样，可以运送燃料到顶部，不眠不休的提供光源。透过镜子反射了灯塔的光，可以在50公里外就被看见，可以有效的帮助船只通过，也可以用来照射敌军的船舰。据说呢，当时托勒密禁止索斯塔特在灯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但他还是偷偷的在基座上写上索斯塔特，德克西佛之子，斯尼迪安，代表在海上的航行的人们，将此献给救世神。这段文字是被石膏涂层盖住的，直到几世纪后石膏被腐蚀才露出来。我实际上用了发现之旅来到这里，绕了灯塔好几圈，不管是本体还是外墙，我都没有找到这样的字。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找，不过应该是没有了，因为它是几世纪后才被发现的呢。灯塔毁于地震后呢，1480年埃及国王穆鲁克苏丹将这里改建成盖特贝城堡，以防御外敌入侵。现在这座城堡经历了整修跟重建，
还保留在当地作为观光景点。亚历山卓这座代表性的建筑深深影响后来的建筑，许多早期在埃及建造的清真寺塔都模仿了灯塔的三层设计。法罗斯这个单字也成了许多语言中灯塔这个词的语言，其中包含了希腊语、保加利亚语、罗马尼亚语、加泰隆尼亚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。我们就这样子来那个世界七大奇观其中之一来玩过了，真是赞呢，居然在这么近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啊，好痛啊！哦哦哦！哦！队长，队长，太多只了吧？都聚在一起就很难解决。建个火箭，我其实感受不出来有火跟没火的差别。那边好像有可以点燃的东西哦，我点。哦耶！全中全中！不知道效果如何？倒了，有人爬上来了。这死一个啊！Something is not right. Eyes open, Felix. Ha! 哎，他们都知道我在这。我这里地形还不错，应该可以想办法绕。恐怖了啊！我不要搬尸体了。喂，火盆。He's climbing. Get him down. Be useless to run. The grace of a lion. 你别想，你别想，你给我回来。得不到，得不到，哎，浪费了一只。没电了，紧张 ，OK。把东西捡一捡，确认。
哇，实际上爬起来好，好像很遥远呢。这个居然不能勾着掉过去啊！我来到这了，传说中的螺旋波道。找窗户咯，别的窗口出去吗？这里是好像是我进来的，是不是啊？糟糕，哪一个是我进来的？我看到两个窗户是开着的。我现在不知道会去哪里。哦，门关起来。啊，这个吗？总之，爬爬看呢、啊。光环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，跳跳跳！这应该又上一层了吧？没有办法再向上，还是可以哦，可以。可以可以，哇，这个尖尖的应该就上不去了。啊，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，好好好，好可怕啊，这么高！啊，这应该是。灯火的储藏室吧，还有这种可以灯火燃料的储藏室，还有射箭的那个箭头。应该其中一个面可以上去才对。哎呀，不行。楼梯，找到了，我已经在第二层的顶端了。再往上，上来了，来了最后，我看一下就可以下去了。灯火，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镜子，对不对？里面还藏了一个毛笔。
底是谁在灯塔上面放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还放很多零钱。没想到俯瞰点居然不是在最上面。呜呼！哦，再跳下去。信仰足够真的很猛啊！分段跳，哎呀，我还期待一下嘞。虽然这力量段还是很高啦，搞什么分段跳什么意思？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在下面帮我按个赞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